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。看到你这么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干嘛呀？突然占我便宜？不行，我要保护你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以前也经常打我吗？网上说你之前还在餐饮业工作过，看来说的都是真的哦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种口味的鸡尾酒？因为我没有失忆嘛。难道你以前也经常调给我喝吗？那倒没有。你今天来找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虽然失去了关于你那部分的记忆，但是你是我的未婚妻这个事实还是存在的，对吧？嗯。我听说我之前是为了救你才受伤住院的，对吗？是的。那么好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从我受伤住院到我出院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不但没有来看过我，还和别的男人约会，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未婚夫啊？你该不会是被我的美色吸引了吧？看来被我说对了。你想太多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之前是为什么订婚啊？能够被轻易忘记的事情，说明对你来说就不是很重要。忘了就忘了吧。你怎么这么奇怪啊？难道你一点也不介意你未婚夫忘记你吗？我还是介意的。但是这些记忆存在于你的脑海里，我无法改变，也没有办法干预。所以我只能接受现实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应该是做什么努力换回我对你的记忆吗？比如说？比如我们之前经常在一起做的事情啊，这还用我提示啊？我们之前到底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啊？你脸红了。